觉得，因为我平常就会做瑜伽，然后也会运动，然后我吃的也很健康，所以照理说就不太让身体啊，只要五脏六腑不好，就不太会有什么状况。那就是很少会上美容院，就啥美容院，就做脸啊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做脸还是会定期去做，因为我觉得，尤其是其实生理期的时候，女生脸会比较干燥，所以我觉得保养还是就是定期的需要去去个角质啊什么的。所以你的保养重点会是在哪一种？去角质，因为平常还有按摩，我每天其实擦保养品都会认真按摩。然后对啊，然后我觉得去角质，定期的去角质很重要，身体也是。因为我最近好像这次就是为了增加这个效果。嗯。不管就是有没有得奖，就当然入围就很开心。然后像之前没有入围的时候，大家说我是陈怡珠的时候，我也觉得这样也蛮开心的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，这都是一个肯定。当下我那时候在釜山参加电影节，然后就不太敢相信，因为本来讲说这次没有什么机会，然后当下就非常非常开心啊。但因为豆哥他们，因为这次。就我跟甜甜嘛，还有常老师，所以豆哥这次没有，他没有拿到那个最电影跟导演的时候，就不敢在他面前太嚣张，所以一直很兴奋，但一直憋住，一直很兴奋，一直憋住这样。